陈述哲的作品其实有一定的熟悉的程度，那经过非常好的一个很完整而且很好的策展之后，我觉得是几乎我要忘掉了这个是一个人的悲伤，一个家庭的悲伤，属于澎湖的悲情。我甚至觉得说这个非常非常勇敢的去面对人的命运，面对离别，面对消失，他处理的几乎是一个全人类的面对命运不可逃避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说这个展览力道很强，有悲壮的情感贯穿在整个展览里面，那他一直在用一个界面把它隔开，然后让它很远，或者说它消失，可是它又有用非常巧妙的方法让它这边好像又把它连接在一起，它用一辈子几十年在不断在处理这个部分。老虎山文明是回应艺术家他对于澎湖加上一个紧密的情感，因为老虎石就是澎湖当地的重要一个地景，那澎湖人用这样的一个石头来大概房舍，然后建造田埂。那因为艺术家他在离乡背景到台湾来这边求学的时候，他其实所居住的地方也大部分是在山区，曾经居住过阳明山，曾经居住过深坑，甚至后来落定呢在金甸山区。所以呢，以老虎山这样的意象呢，其实是作为一个生活的一个回应。陈述哲老师呢，他是在90年代被视为一个当代影像一个开拓者。那他以就是影像前向系列，以这个平面摄影作品的窜出艺坛之后呢，这个摄影这个媒材其实已经成为他的创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角，有时候也是一个配角。那他利用这样的一个媒材，再结合一些不一样的复合媒材的一个装置呢，他呈现出一个多语境的一个作品系列。他的作品也比这个摄影装置这样的一个概念呢，就是延伸出非常多的一个语境还有诠释。那陈述哲老师他的影像浅像系列呢，他是他大学时期以及服兵役之后的这一段无忧的时光的这个时期，他去关怀这个澎湖这块土地，去看当地的人事物以及所经过的一些变迁。没有到这个照片冲洗出来，其实你是不知道说最后结果是什么的。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媒材，再回头去看他路上所经过的风景。那经过20年的时光淘洗，从1990年到2013年，他又创作了这个条条路系列。在展申述这个系列呢，是陈述哲老师为这个展览所做的最新的力作。那这一系列以线花、线蒜、线果、线豆为主题的这个作品呢，它是还是以这个澎湖的老古石为一个重点。然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像累累成山的这个老古石呢，仿佛一座祭坛一样，让它跟天地做一个对话。他以艺术之心把这个他的全新的创作献给天地，献给艺术，献给人类。一方面他是艺术家，他在就是生病的时候的，除了对他家乡的想望，他也希望就是借由这样的一个老虎山的一个意象，希望做了这个作品以后，他的人生进入另外一个境地，希望转了身以后又是一番新的风景。系列是集会家庭游行。那这个系列作品呢，其实是1995年，就是陈述哲在就是艺坛另外一个以复合媒材装置的一个高峰点，就是这是一个他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因为他用就是澎湖的6位亲人，还有在台湾的3位朋友，就是为模特儿，那近距离的关照他们在这个几年之间的变化。所以这系列是从1992年拍到1995年。他以一个像这样一个证件照式的图鉴式的方式去关照一个同样一个个人，然后把这个个人呢，像是去除了他们的表情，去除了他们一些其余多余的符号，让大家把目光集中在这样的一个图像式，就是图鉴式的一个思考上面。所以我们可以在经由这样的一个装置呢，仿佛把这些澎湖的家人还有台湾的朋友呢带到不同地方去旅行，那也借由不同的时间还有空间呢，作为一个不同语境的一个诠释。那在这件那个摄影作品上，我们可以看到陈述哲他把这个亲族的这个照片呢，就是以非常整齐的一个方式，有秩序的排列在澎湖的土地上，那仿佛这一个一个的人好像是被落地生根，种在这个土地里面。那所以这也呼应了就是人与土地之间重要的关系，还有那些浓烈的情感。因为像就是这件作品的就是创作年代，它在90年代，那在那个年代是解严之后的时期，
那在几年之后的时期呢，那时候就是在不管是在媒体的开放上，或是大众的思想的开放上，就是大家对于旧体制的一个冲撞，大家都有话要说。然后呢，陈顺祖他用一个沉默的方式，然后仿佛带着这些人上街头，或是到不同的地方去做一个个人意见的陈述，但是他们是以一个沉默而坚定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存在。这个系列呢是陈顺祖老师他最早尝试复合媒材的一系列作品，叫做《家族黑盒子》，那也是他开始尝试利用那个老旧的家具与相片结合的一个作品。然后这样的一个开创之举呢，其实也是他翻找出了就是家族所遗留下来的几千件的照片，那其中呢包括说他爸爸、他父亲拍摄了很多很多的老照片，然后以及自己家族相簿里面的一个纪念节日里面的相片，就打开了这个盒子，仿佛是打开了我们记忆之门。那这系列作品之所以受到瞩目，也是因为大家透过这样的一个家族照片的一个呈现，仿佛看到了自己跟自己亲族之间的关系。那当然它也借由一些不同的物件的编排呢，重新赋予了这些事件新的意义。因为陈顺祖老师他在作品的琢磨上都是关于有关记忆的一个爬书、理解、诠释、回忆，所以呢这个镜子仿佛是映照出了两面的记忆，也许是相等的，也许是相反的。当然它也是一个实跟虚的参照，就是说在这个记忆深处他所理解得到的一个故事，跟他所看到的这个故事到底是真是假，或者是说在他呈现出来一个作品里面，我们看到了这些既实又虚的一个过往，他做一个重新的一个编排和说明。这件作品呢是陈顺祖1996年的作品。那因为他在高二的时候，父亲因为心脏病发，就是突然在他们一起扫墓的时候，在他旁边就是倒地。可以想见那时候在青少年，在一个快要成熟又还不成熟的心理状态下，产生了非常大的冲击。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这个作品上翻找出他爸爸在壮年的时候所拍摄的一个沙龙照。我们看到一个自信满满的父亲，然后一个英姿焕发的父亲。他一个戎装的一个状态，就是似乎在迎向一个全新的未来。那艺术家以这样的一个作品去经过那个去背以后，翻转到一个瓷砖上面，让它放在一个就是有如纪念碑的一个纪念柱子上面，然后用这样很如墓式的纪念式的，然后来看待他的父亲。